这个西方发愿文注的缘起是什么呢？显安大师曾经有这么一个叙述，有人曾经问他，这个诸多的经论所记载的净土文，尤其是发愿文很多，其中著名的有三篇，那这些发愿文的文词和教典都可以尊重。为什么你对于莲池大师所做的发愿文几口称赞呢？再加上这个西方发愿文文句和教理，看过去也很直白，并不是难以理解。尤其是莲池大师对这个自己做的西方发愿文还有一个略注。莲池大师都有一个略注，就已经把他的教义很显白的陈述出来。那你又为这个西方发愿文做一个注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那显安大师说，其他的发愿文虽然也不错，但是文辞和义理方面并不周全，唯有莲池大师的这个发愿文，他的教义方面和文辞方面，就是达到了一个完美周全的境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这一篇发愿文，从大的格局来看，有六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就是谈发菩提心的问题；第二个层次就是谈忏悔三种障碍，三障就是烦恼障、苦障和报障；第三个层次就是谈怎么发菩萨四弘誓愿；第四个层次就是谈发愿求生净土；第五是要回入娑婆；第六众生回向。那这个六个层次，从开始到结束都完备具足，净土中核心的教典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念佛法门，首先要谈发菩提心问题。无量寿经对于三辈往生，它的前提，而且是共有的前提，都是发菩提心一项专念。如果菩提心不发，这个想往生西方净土还是不容易的，所以首先就要谈发菩提心问题。那么其次，这个菩提心智虽然建立了，但我们的烦恼业障还是浓厚的缠缚着我们的身心。那么果报一来，就难以脱免了，所以就一定要记之于忏悔三障。那么烦恼业障轻薄，如果你建立的弘誓不坚固，这样修行也容易退转，所以就记之于发四弘誓愿。四弘誓愿是大乘菩提菩萨的通途的心愿，发起来就容易降伏烦恼，则念佛三昧渴望成就，九品莲花容易往生，所以就一定要记之于求生净土。
就四弘誓愿不一定在这个世间能够圆满，那以求生净土作为我们最终的指向。但求生净土你只是停留在自己了生脱死的层面，那还是小乘的发心，所以一定要把心量打开，普遍的饶益一切众生啊，就是要令更多的众生往生净土。这就要发回入娑婆度众生的心。好，那这样就包含着自利利他、修因正果啊，事相和理上都已经周全了、圆满了，所以就总生回向，作为他的终结。所以这六种法缺一不可。如果你缺第一种发菩提心，那属一切修行感得的只是人天的小果。如果缺忏悔业障，你就必然会受三途的恶报。如果缺发四弘誓愿，就容易升起懈怠放逸之心。如果缺求生净土，那三界六道的轮回绝对难以避免。如果缺回入娑婆这个愿，那你就在声闻独善其身的范围。如果缺众生回向，那说明你因地当中的行业指向的果不相应、不圆满。所以这样来看，其他的净土发愿文主要只有求生净土之愿，大部分没有回入娑婆之文。所以发心的事都不是很明显的彰显出来，而且忏悔回向也大多没有陈述，所以称为言辞义理未能周全。那相比较而言，这个西方发愿文，莲池大师虽能有一个自己的注解，但是只是大概说明一下大意，其中所深含的义理是蕴而未发。所以初发心的人，顿根的众生可能还不容易理解。由此醒安大师就以悲心再为这个发愿文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解。